他说 ：“It's bad news for you, cancer。”生病不是罪恶，它是生老病死的正常环节。人都是对这种死跟生病觉得它是很痛苦的事情。当我们把问题想得多痛苦，问题就有多痛苦。有时候我们不能够接受我们的痛苦，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是不应该有这个痛苦。当我们能够领会痛苦也是人生常态时，内心才能够得到平静。遇见生命，星期六晚上10点 ，Astro AEC。